迎接新球季，新竹接口工程师日前举行开季誓师大会。除了公开新的球队战袍以及宣传口号之外，拥有 NBA 资历的 Julian Wright 以及 LaDante Hinton 等两位洋将也在完成隔离之后首度亮相。Hello everyone, 你好。People have been welcoming here from when I first arrived, and I'm just happy to be here. The weather's pretty good for even for December. The team is really good. They're hard workers. I came here to help these guy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. Make it to the playoffs is our first goal, and hopefully to win the championship.第一个，他们来我也很开心，就是边可以保持继续讲英文嘛，因为他们来，然后再次就是搭配的蛮快的，甚至队友需要帮忙，然后甚至我可以帮忙，然后就是他们来，他们这几天练球，我觉得都整体还不错，对我蛮期待，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，然后准备开幕战。对，两位洋将出关之后，已经跟着球队训练了快一周的时间，希望能赶在开季以前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至于球队的第三位外援，2009年的 NBA 选秀榜眼 Hashim Tabi。虽然目前人在隔离当中，但也不忘拍影片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Hashim Thabit. I'm from Tanzania, and I'm very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CSU Lioneers.其实Tabit的话，他就是一个很优质的常人呐、啊。那他能够去巩固到我们球队比较弱的禁区。那其实LaDante就是一个很好的射手。那 Wright 是一个很有名，然后很在 NBA 打过很多年，然后在国外也打过很多年的一个球员。那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。那其实他的技术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吓到。第三个洋将都是补充到我们球队最需要的一个环节。三位洋将各有所长，让工程师的整体阵容变得更加完整，也期待未来磨合完毕的他们能在新球季打出让球迷眼睛一亮的表现。外体新闻采访报道。